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登场。你好。你好。嗯，怎么称呼呢？大家好，我叫吴芳。带来的是什么？青铜断针。一看就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造像啊。嗯，俊爷嘛，就我先生在那个国外拍卖会上拍的。花了多少钱呢？花了50万人民币啊。之前我们节目有来过一个这个青铜造像，大概是清朝的，35万。啊，对，我之前也听在我们华山论剑的节目栏里面也看见过一个相似的。那怎么又想起上鉴宝节目了？是打算把它卖掉吗？不是，我就担心，我看看老先生会不会买亏，看看到底这个能值多少钱。一个是真假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市场价值的问题。对。首先，请你输入心理预期价格。好。来。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50万。嗯。这是回本。啊。请专家辨假识真，有请。十八人说这是你跟你丈夫两个人从国外的拍卖会上拍回来的是吧？对，是的。那么你丈夫有告诉你这个佛像是什么佛像吗？清代的吧，他说。这个照相如果是对的话，那这个照相你们是买着了。哦。为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件六品佛楼的照相。什么是六品佛楼呢？我只知道九层妖塔。哎，这个六品佛楼呢，可能很多人说起来可能会不知道。那么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嗯，这个六品佛楼啊，是清代皇家宫廷最重要的一个佛堂。那么它呢是乾隆时期啊建造的，它呢是把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密宗的、显宗的那些这个佛像呢，按照修行的难易程度，然后呢再根据你修行者的个人的那种悟性，这个灵性，分成了下品、中品、上品、上上品。而这个上上品呢，又分父序的无上阳体和母序的无上阴体两部，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大乘佛教的显宗、般若品，一共加起来是六品。所以呢这个六品佛龙的这个称呼呢就是这么来的。它的这个正式的名称呢叫妙吉祥大宝楼。一共呢当时建了8座，但是呢我们目前所能够见到的六品佛楼呢只有紫禁城里的繁华楼1座。它那个里面呢一共是供奉了867件的佛像，可以说是集藏传佛教神佛体系之大成。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你的这一件带过来的这个照相，好吧？这个六品佛楼的照相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莲花座的正面的上口沿呢，有铸造的大清乾隆年净照这样的一个阳门的款式。那么在莲花座的前面的这个底部呢，它有金刚顶这样的一个刻款。那么这个款呢就是这尊照相的名称。它的背面呢还有无上阳体根本这样的一个印刻款，那么就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这个无上阳体根本这是上上品的根基者，修无上瑜伽的那个无上阳体根本的复续部的这个密宗的这个密法师所供奉的一个金刚。那么从这件金刚顶的整个一个的造型，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法器，包括它的这种皮壳包浆，我们综合判断，这确实是一件
清代乾隆时期的六品佛楼金刚顶的造像真品。请专家输入估价。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了，六品佛楼，对，它是一个品级非常高的藏品，在市场上太少了，表现怎么样呢？非常少。这是一件难得一见的，应该是宫廷关照的藏传佛照像，就像刚才那个崔老师所讲的，这就是清宫廷这个六品佛楼里头的上上的照相之一。那么这个照相，这个迟宝仪，你应该说是买赚了。真的。因为我们搞了这么多年那个古玩店的开店，没遇到过这种做工精美而且等级非常高的这种造像。虽然整体吧还没有太大的损伤，但是这个风障，这个还是一个很致命的一个，对它整体的价格还是有影响的。来，好，那我就出一个价格。店主输入的第一个报价是120万，直接比我们的心理预期价格翻了一倍还多啊！其他的店主呢？他还没讲完，我这个按价计价器都拿在手上。尽管如此，但是有三处铭文的是非常少见的，虽然小，确实精致，因此我给出的是。迫不及待的给出了第二个报价，180万。这么看好它？我看了这件佛造像的状态非常的激动，这是我见过的最棒的一尊佛造像，是宫廷里头非常难得、非常罕见、非常好的一件造像。如果呢它这个底下封底是原封的，我准备出1000万。这是古董，这是文化，这是历史，来，对不对？输入报价吧，别给我们按爆了啊。第三个店主报价是500万。看看专家这次还抠不抠。专家的估价是120万。为什么我们认为六品佛楼的造像比一般的造像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它都要高很多呢？因为六品佛楼的造像，第一，它是真正的皇家自用的一个造像，供奉用的，那么代表了它的等级在那里摆着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整个六品佛楼它是动用了整个一个国家的力量，把整个一个宏大的藏传佛教的显密宗的这样的一个神佛的体系啊，用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给它展现了出来，让我们了解了这个神佛的世界。可以说各种各样不同的艺术造型，它是整个藏传佛教造像的一个雕塑的标本库。那么它给我们展现出来的这种精美的各种各样的不同阶层的神佛的造像，让我们搞清楚了整个一个神佛的一个体系，同时呢也让我们欣赏到了这种艺术之美。因此呢，它的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今天的这个拍卖市场上，它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120万，对于这种非常珍贵的乾隆时期六品佛楼的皇家造像来说，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价格。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升值空间。现在心情怎么样？心情好激动。不但是50万没有白花，这赚的倍数我们看看，好几倍的级啊，是差不多三倍了。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把这么棒的一件藏品带回到了国内，恭喜你，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谢谢谢谢，感谢。